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信息。关于给星际种子的信息，你注定与众不同。通灵，潘蜜拉科里。问候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我在你们之中。我是约书亚，敢于与众不同，我就在你们身边，并非肉身层面上的陪伴，我在你们心中。作为基督能量的携带者，你们与我紧密相连。基督能量是连接的能量，是超越时空的合一能量。我并不仅仅是曾经轮回于地球实相的那个地球人格，以及耶稣或约书亚，我代表着你们所有人，所有借由我来表达的人。正在与你们沟通的我，处于另一个次元，那超越时空，超越物质性与肉身性的次元。请不要像仰视师长、权威或导师那样仰视我。我是你们中的一员，与你们是一体的。当我来到这里，透过某个人与你们沟通时，我就是你们。我能够感受到在这一时期，在此时此刻，你们都需要什么，以能更加深入的轮回。我的意思是，展现自身之光，展现自己的灵魂火焰与独特神性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感到充实与满足。你们在意识成长之路上已经走得很远，不再看重世俗眼中的成功、成绩、权力或仰慕。尽管这些观念对你们依然有影响，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实质性的。就是说，你们希望获得成功、进步与地位的原因已不在于地位或成功本身。你们有此希望，往往是因为你们想要参与与加入进来，想要感受与他人之间的连结。你们社会中存在着关于成功与成就的种种观念。在你自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，在你对合群亦或与众不同尤为敏感的时刻，他们对你的影响尤其深重。群体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人类本就是群居动物。作为人类的一员，你想要与他人，至少与其中的一个人建立连结，这是人类的本性。然而，正是因着你与这个世界、与他人、与周遭人之间的连结，那些与你之灵魂愿望及自然本质相悖的资讯也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，使你陷入困惑。尤其对于孩提时期的你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周遭社会灌输给你的资讯，完全不符合你的真实本质，你因此而时时感到疑惑。然而，你想要融入群体，想要获得来自他人的认可与喜爱，先是自己的父母，接下来还有朋友及同龄人，想要体验世人眼中的成功。这些困惑与迷失使你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真正的自己。不过，你无法一直在远离真我、远离内在核心的状态中生活下去，你最终会陷入内在的分裂，陷入虚伪的人生，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不断。这种分裂则通过各种情绪展现出来。不满、不安、恐惧、自我怀疑、缺乏创造力等等。你终会变得毫无生命活力，甚至陷入抑郁。不仅如此，在某一时刻，这一切终将呈现在身体层面上，因为情绪对身体有着直接的影响。你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在分裂，这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，使人倍感痛苦。毕竟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彰显自己那独特的灵魂之光。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自己，以适应社会，而是来创造新世界。可以说，
你天生就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而非一味的循规蹈矩、墨守成规。现在请和我一起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回忆一下那些自孩提时期便已时时出现的感受。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不能与他们威武。那些关于对错、喜恶与好坏的既有标准及理念，我无法完全赞同。感受一下那些自小到大一直存在的诸如此类的迟疑，重新体验一下我是局外人，我不属于这里的感受。看一看你曾有此感受的某一时刻是否又重新浮出水面。你看着这个世界，看着周遭的人，心想，这里并不适合我，在这里我是异类。他们好像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又该如何做，可我根本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现在你可以试着将那一时刻的感受，无法顺应周遭世界的感受，放大一下。你感觉自己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，不知道为什么与该如何，而与此同时，我的所想所感与他们不一样的感受却非常清晰强烈。请感受一下蕴藏其中的独特性，你所拥有的独特性。长久以来，你一直在试着压抑自己那与众不同的一面，因为你想要合群，想要被爱。请以同理心、慈悲之心对待自己渴望连结、想要被看到、想要分享自身之光的那一部分。对自己的这一部分充满慈悲，与此同时也暂时后退一步，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感受一下，因着过度改变自己，以适应他人，你也压抑、忽视与拒绝了自己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进行静心冥想练习，以助你更加清晰地感受这极具独特性却备受压抑的一部分。观想你身处一片空旷之地，大自然中一片充满原始气息的开阔之地。广袤天空下的你，感受着大自然元素。无论你是在沙漠中、沙滩上还是其他任何地方，你周围一片空茫，没有人类文明的痕迹。身处杳无人烟的大自然中，你倍感轻松自在，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地球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弯下身来，用手触摸大地，感受一下大地的坚实。风徐徐吹过，周遭的草木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看一看是否有一只或多只动物进入你的视线，那只动物属于你，想要来到你的身旁陪伴你。它静静地站在或躺在你的身边，对你毫无惧意。你那独特的原始能量使它感到舒适自在，大自然的能量使它感到舒适自在。试一下，你能否看到或感受到这样一只动物，能否与它四目相对，感受一下它的美丽、纯净与无瑕。它对社会上的种种理念毫无兴趣，比如要成功、要适应社会、要全力付出以及应该如何如何等等的观念。这只动物极其自由独立，并不了解所谓的社交压力以及你对自己的自我隔绝与禁锢。你可以试着给这只动物起个名字，一个你觉得非常合适的名字。这只动物代表着本初的你，你那依然保持初心，尚未为了适应社会而被迫改变的一部分。感受一下它的野性与傲岸，动物与生俱来的傲骨与尊严。它并不在意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理念与信条，自然也不受他们主宰。现在让日常生活中的某一情境自行出现，比如在家中、工作上或者与人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某种情况。
身处那一情况的你感到不舒服、不自在，因为你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压力，感受到自己正在压低自己，亦或强迫自己去适应对方。观想一下，那一刻的你正是那只动物，你进入那只动物的身体，透过它的双眼静观眼前的一切。无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。动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，对幻象无感，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你需要这只动物，以实现自己的灵魂使命，改变世界。要敢于与众不同，敢于再次看到那本初的自己，并呵护好自己。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各种社会理念，这与好好呵护自己是背道而驰的。好好呵护自己意味着毫不迟疑，自然而然地创造并守护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与无法自愈、启迪自己的事物保持距离，敢于拒绝那些缺乏尊重、强行闯入自己个人空间的行为，以理所当然、自然而然的方式保护自己。这对你们来说并非轻易之举，因为你们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该如何、必须如何的观念。消除这些观念的影响对于你们来说非常艰难，而对于那只动物而言却是毫不费力之事。其实这并非难事，问题在于你因为害怕受挫、害怕被排斥而不敢这样做。不过你所担心的事情并不会发生，这个时代恰恰更需要那些不随大流、特立独行、能够且敢于展示自身独特性的人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一时期本身便极具独特性。过去的诸多时期，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、与众不同的言行，都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是现在，在某些地方，这样的人依然举步维艰。不过，转折点业已出现，局面正在扭转。在这转变的时期，日渐响亮的恰恰是那些与众不同、本出自然的声音。人们的灵魂愿望，人们向往独特性，尤其是年轻的一代。至关重要的是，成年人要起到引导作用，引导人们展现自己的灵魂愿望，冲破旧有结构的束缚。来自成年人的引导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当下这一时期，许多年轻人在旧有观念、结构与评判面前屡屡受挫。他们非常敏感，不愿意也很难去适应这些旧有体系，哪怕是一点点的让步。也因此，需要有成年人来指导他们。这里我指的是，精神上业已成熟的人，他们理解为什么击破那些颇具强迫性的观念与规范是如此的重要，并敢于展现自己的独特性。首先是为自己，但同时也为携带新能量的新一代开道。开道乃必须之举，因为新能量的种子只能在肥沃的土壤中顺利地生根发芽。请认真地对待自己，认知自己的与众不同。请相信我，这不会破坏你与他人之间的连结。正是这一时期，你有可能真正地做自己。我的意思是，做本初的、独特的自己，并以此为出发点，重新审视社会灌输给你的那些神圣真理。恰恰在这一时代，这不仅是可能的，还是极其必要的。这是因为，新能量正在进入地球，而这只能通过那些渴望觉醒与重生的人类个体来实现。通过组织结构、政治机构与管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都是不可能的。这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觉醒与重生来实现。以及通过一个个人类个体，
足够数量的个体。因此，你的个人之路非常重要。对你个人而言当然如此，但却不止于此。借由个人之路，你也同时为集体意识带来火花。而许许多多的个体所携带的火花聚在一起，便可燎原。请伸出双手，拥抱你刚刚看到的那只动物，那只内在的动物。它是创造之池。你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，借助它的力量为自己的灵魂能量开辟道途。谢谢你们的关注，我就在你们身边，你并不孤单，某一能量场正在承载着你，就在此时此地。此能量场已足够强大，你已经能够与之建立连结，并借助它的能量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。谢谢你，独一无二的你。谢谢你在这儿。感谢你们的光临，感谢你们的相聚，我深深地感到你们在我心中。你慈爱的弟兄约书亚，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的祝福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